花旗参点卖？好抵卖啊，$800，剩为$20,000。唔系$800斤咩？系$800两啊！咁贵，我唔要啦。已经切晒片，你唔使自走啊！根据新修订的商品说明条例，商户冇向消费者充分提供货品或服务的重要资料，或威逼消费者购物，都可能犯法。消费嗰阵提高警觉，先至证明。